仪器到店以后呢，我们首先把我们这边清理和我们这边的氧，这边是氧，这边是点水，装上水以后把它流进，然后再接着装我们后面的一个脚踏，装上我们的一个脚踏，脚踏装好以后把它流进，好，再接上我们的一个电源线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急停开关，我们可以把它拧开拔起来，不用管它了。现在进入一个主界面，点进去，我们首先选择一个换肤，换肤呢我们这边有两个水流，一个有两个控制开关键，这底下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水流控制，上面呢是我们的一个气压控制。我们底下呢这边呢，然后需要装上我们的一个头，头分三种，一个是软磨头，一个是磨砂头，一个是硬磨头，这三种呢分别是针对不同的肤质。第一个软磨头针对的是敏感皮肤，第二这个磨砂头针对的是一个中性和干性皮肤，然后这个硬磨头针对的是一个局部，比如说我们局部特别粗糙，或者说毛孔特别粗大的，然后针用各用各不同的皮肤用不同的一个头。把头选择好了以后，然后再装上去，现在这个主界面上面的时间是30分钟，我们点一下换肤，开始用我们的脚踏去控制它的一个开关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样子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的水首先调节它的一个水流，前面说过这边是它的一个水流开关，这往这边扭是小，往这边扭是大，好，选择合适的一个度，然后再选择我们的一个气压，往这边扭是小，往这边扭是大，这样子跟顾客进行一个深部的一个清洁。清洁完了以后，大概一个在皮肤上的话呢，根据一个皮肤的一个面积，或者它一个局部，有些是做整面的清洁，有些是做局部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不停的一个时间。如果说我们现在跟他把脸已经做完了以后，但是只用了10分钟，我们也可以开始暂停，进入下一个界面，返回选择一个抗衰。这边抗衰呢主要的就是一个清理纸，它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个自由基。这边也是一个水流的一个控制开关键，往这边为小，往这边为大，是我们一个气压控制开关键，这边是小，这边是大，在脸上真正的一个距离大概就是一个5到10厘米，可以省略点空气。还要再讲什么？